起让我一个人静静地谈情说爱，就好好谈情说爱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有板蓝根吗？那这附近有药店吗？没事没事。送来了吗？送什么药啊？陆总，你忙，合同对完了没有？赶紧发给我。嗯，好。生病了？哎呀，没有没有，没事，我睡一觉就好了。有病就上医院，别扛着啊！要真病倒了，耽误工作进度啊！哎呀，我真没事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给你拖后腿的啊，马上就给你发。柠檬，你这个合同不对呀，你重新发我一份。哎，服务员，帮我开开门。嗯，不行，我不能随便开门啊，万一你是坏人呢？我看着像坏人吗？我是他老板。还老板呢？半夜三更叫人家起来加班啊？哎，我跟你说不明白，你拿手机查一查，录记名，你看是不是我？你还挺有名啊，你都演过什么？啊？哎，这网怎么连上啊？哎，柠檬，哎，柠檬，柠檬，柠檬，哎，陆总，几点了？该上班了吗？怎么傻乎乎的？这么烫，去医院吧。把衣服别上，来。查清楚了，老板，我家还有个养鸡场，你看能不能帮我投资一下子啊？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我这忙着呢啊！哎呦，我的乖乖，咋病那么重啊？你等会儿我给你叫车啊。哎，这会儿你知道疼了，那你逞什么能？坚持啊！胳膊快脱臼了！哎呀，上来吧。我去啊！那，哎呀，没有那么可惜，还好我有你，那么多牺牲力气让我一个人经历。你怎么这么沉呢？谈说爱，就好好谈情说爱，想你少说话。Thank you.